周联赛精彩瞬间。本期第五名是来自WRL Gaming Wake Up 的奥恩闪现追击刘迪君。刚刚打完一波团，双方全都有点残，这次交锋还没完，闪现追击继续战。敌方众人想逃，奥恩一声扬来开天门，跟闪过墙调整位置，迎头就是一撞。青钢影躲闪不及被留下，敌方只能被迫接团，可惜几人已无再战之意，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一波花式开团成功，留下两人。本期第四名是来自 TETAC 的情侣大招完美控制挽回局势。大龙已经没机会，敌方追击无处退，眼疾手快把大给，强换 C 位也不亏。情侣狂舞中乐章瞬间眩晕三人，为队友拖延输出时间。我方青钢影先行倒下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原地蹲 CVR 起身将其带走，团战一换一，游戏还能继续。本期第三名是来自WRL Gaming Carryman 的瑞文横冲直撞怒斩两人，双方争夺远古龙，泽利交闪要进攻，紧随其后一起冲，这波团战不能怂。泽利交出金身等待队友支援，瑞文果断跟闪向前逼退敌方众人，回头补充伤害，先行带走加里奥，利用大招加持继续追击路线，死血斩获二连破。本期第二名是来自 TE 灰八的为直逼后排单切 C 位，这是一波决胜团，双方碰面要开战，强能冲拳再接闪，秒你后排没得玩。魏旭力强能冲拳接闪现，瞬间逼近泽利将其击退，再接天霸横空裂轰，一套连环控制直接拿下人头，关键输出位已经倒下，这波团战你们还怎么打？本期第一名是来自 TE 灰八的龙女关键抢龙逆风翻盘，对面打龙有点快，我方队友还没来，逆风翻盘就现在，魔龙降世真的帅。龙女开大飞至龙坑，直面敌方三人，凭借自己超高斩杀线顺利抢下关键大龙，天神下凡勇闯险境，一己之力扭转乾坤。六千、哦、再靠了，保一下！徐洛，我能闪，能闪不？拉一下！开！真能打！可以打！慢点！操作！我中央！操作！血鬼一四！快！AD没中央，一波一下！慢点！过不了！